Downsend School 位于英国伦敦西南部的 Surrey， 该地区有 95% 的白人居住，凭藉住低犯罪率、高教育品质以及全英最低的贫困率， Surrey 被评为英国最适合抚养孩子的郡。Downsend School 于1918年成立，是一所男女私立学校，招收2至16岁的学生。学校有三间 pre-prep school， 提供2至6岁的学生入读。第四间主校园 Downsend School 设于 Letterhead， 供6至16岁的学生入读。学校善于运用富有创造性的教学方法，激发学生的学习天分，培养学生的自身责任感、问题解决能力和与他人相处的技能。与此同时，学校关注学生的学术方面成就，从托儿所到 GCSE， Downsend School 为学生提供技能、动力和灵感，令他们在整个学校旅程和未来取得成功。学校在本地口碑良好，小学在校生的平均成绩超过全国平均水平，绝大部分学生毕业后升读就近 Surrey 或伦敦地区最好的中学，优秀毕业生有机会考取九大公学并获得奖学金。学生热爱学习并积极参加各种活动，校园生活丰富多彩，学校开设的英语、科学、数学、外语、艺术和科技等课程，强调创新灵活教育，着重培养学生勤于思考、勇于创新的技能。2021年 Downsend School 开设 GCSE 课程，招收13至16岁的学生，为原校学生提供多一个选择。在课程设置方面，学校提供多元化的幼稚园、小学及 GCSE 课程，而幼稚园及小学涵盖超过15种课程。另外，学校在2021年开设 GCSE 课程，学生需要修读6科主修科目，并在12个选修科目中选择4个科目。主修科目包括英国语文、英国文学、数学、生物、化学和物理。选修科目包括法语、西班牙语、德语、地理、历史、宗教研究、进阶数学、电脑、艺术与设计、音乐、戏剧和体育。还有非考试延伸的科目，包括体育、创意艺术及 PSHE， 即是个人、社会和人文教育。Downsend School 设计独有的全人教育计划 The Downsend Diploma， 协助 Key Stage 3学生发展潜能，并顺利衔接到 GCSE 或 IB 课程。计划涵盖多个范畴，包括学业、公民责任、创意、领导力和体能。所有范畴都会经过老师的审核，如学生达标，将会获得相应的评级。在升学率方面， Downsend School 的学生在学术上表现十分优异。2019年 Common Entrance 通过率是 100%， 学校30名学生获得奖学金，包括3个全奖奖学金、5个学习奖学金、11个体育奖学金、4个音乐奖学金、1个艺术奖学金、1个 D&E 的奖学金，以及5个其他奖学金。而且各个私立中学在升中考试前已经预先录取了 Downsend School 的学生，而大部分的学生则升读圣John College、 Epsom College、Wellington College、 Westminster School、 Royal Grammar School、 City of London Freeman School 等著名學校。學生亦可以原校升讀初中及 GCSE 課程。學校有超過70項課外活動，除此之外，學生還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不同的體育運動、音樂和戲劇活動。 Downsend School 著重活動教學，在學校組織的外出活動中，學生就拜訪了 Fishbourne 羅馬宮殿、環球劇場、國家天文台等等。除了國內的旅行，學校都會組織出國旅行，開拓學生的視野。在近期的海外旅行，
學生就去了諾曼第、法國、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家。